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啊、呃，今天呢，我给您分享一个我的 GitHub 的信息库啊，呃，什么库？大家请看啊，呃，这个地方大家请看小马技术的 Bootstrap 和 Vue 的项目模板库。 是这样啊，呃，我自己做过一些应用，包括我我给一些客户做一些应用啊，呃，很多都是这个 Vue 加 Bootstrap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自己呢做了这么一个模板库，这样今后我再做新的项目呢，就是基于这个模板库呢进行开发啊、呃。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啊，我个人的网站有一个小工具，用的就是这个库建的。稍等，给您看一下吧。大看，这是我的官网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有一个我的工具包，对吧？点击大看这个地方用的就是我的这个库。 用用就是这个模板键的啊，点击进来之后说说内容什么的，但是这个这个、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小工具是吧？但是呢，呃，怎么说？我感觉就是说这个工具我可以，我给像因为是我自己的个人工具嘛，所以说相对简单一些。但是我给我客户做的也是用这工具做，相对复杂，有菜单啊，有画面，然后可以画面迁移，还能返回，然后呢，画面组件间之间数据共享啊都有啊，好不好？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工具包。 呃，今天呢，我就把这我的工具包呢公开，然后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好吧？好，那咱们先少叙，马上开始啊、哦。怎么用？把这个库克隆到本地，咱们试试。进我的工作文件夹，然后用 git clone 把它克隆下来啊。OK，克隆完之后呢，进入到我的这个文件夹去，然后打这个 VS Code，咱们进入看一下。 啊，这就是简单的我的这工程的目录结构，非常简单对吧？啊，咱们闲言少叙，我呀、啊，后台先安装，因为它需要这个 NPM 的安装，对吧？咱先安装，边装边说啊，让它先装着，花点时间。然后我这工具包的这个入口文件，大家请看是这个地方 main 嘛，对吧？咱所有的这个 Vue 的工具包入口文件都是这个地方，对吧？然后这进来之后，大家请看我这儿，咱出着看吧，我这儿引用了 App，这是所有的 Vue 工程都一样。然后呢，引用了路由，引用了这个状态存储。 VueX 对吧？然后还引用了这个 Bootstrap 以及这个插件都引用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就可以直接在项目中呢使用 Bootstrap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咱们看一下我这儿引用了路由，还引用了这个呃，像状态存储，咱们咱们都看一下啊。这是路由的位置。这路由呢，我引用了一个这个主是这样、啊，我设计的这个模板吧，每个画面要有自己一个 layout。 你是上中下布局啊，你是左右布局啊，你有没有 title，有没有 footer，对吧？我这儿会有一个主布局，然后呢，这个主布局作为我路由的主组件，然后呢，每个页面显示什么作为我的子组件，在这个地方显示，好不好？也就是说，我这个项目默认的只有两个页，一个是 home，一个是 about，对吧？但这 home about 呢，都基于 main layout 这个框架进行显示，就这个感觉啊。 然后在这个 v u x 里面，这我我什这我什么都没写呢？这我什么都没写，但这些我引用了一个自己的模块，对吧？My module，对吧？这是 My module，这地方也什么都没写，这就是一个框架嘛，对吧？您可以填您自己的代码都没有问题啊、哦，这张填 OK。然后呢，咱们再看,看我组件，我组件这有一个 Hello World，这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就是一个演示嘛，Hello World。然后这儿有一个 Share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因为我的框架呢，默认我是分为这个整个页面有这个页头部分、内容部分以及页脚部分，这个地方我定义所有页面的头和所有页面的脚。 这个没什么，然后这个地方用的是这个 Bootstrap Vue 的这个标签啊。有兴趣朋友可以读一下我的这个代码，我这就不一一给大家讲解了啊。OK，这是这是有组件，然后呢，把这页面分成几个布局，然后每个布局填什么内容都有啊。OK，这个看了，这个 View View 是就指的配置嘛，你有几个配置？像我这有两个配置对吧？一个是 Home 配置对吧？一个是 About page 对吧？这两个配置呢都是框架在那个主的 Layout 当中对吧？让主的 Layout 当中呢，主的 Layout 呢，再去分这个头啊。 角啊，中啊，什么都可以分嘛，对吧？这就是头跟脚。OK，然后 layout 在这地方定义 m a n layout，对吧？在这地方，大家请看，我这儿引用了一个头，引用了一个脚，然后这儿分别是头、脚。这个地方是这样啊。呃，我这个框架呢，我不想把我的这个代码一行一行给大家讲。呃，如果说我我看吧，如果我看我这个视频的朋友多的话，呃，觉得我这个框架还可以的话，那我到时候拆开咱们一行一行代码讲，我是怎么构成的这个模板框架。如果就觉得大家觉得哎，这也是一个这个呃。 作为知识了解的话，那我这个代码我就给您看一下，分享一下。嗯、呃，愿意用的朋友您就可以去用。因为如果呢，您您要想细节了解呢，我再做视频给您细节的去讲解，对吧？大家请看，我 Vue 的生命周期的每函数这里面也都有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可以生成在这个地方可以生成自己的组件，然后呢，在咱们的页面中呢去 i n p o 的 t 引用它，对吧？比如像这个地方可以 i n p o t 去引用它，引用它完之后这这这个地方就能够使用，对吧？然后如果生成组件呢，其实我刚才那个工具包已经有啊，代码模板。 我这儿有一个 Vue 的模板，这个、地方您自个儿挑上您的自己的一个组件名，比如说 My 呃 News 都可以，对吧？然后你点的生成，我这边右边是那个生成模板，啊，这个您也可以自己编辑，这这都没问题啊。然后您输入生成一个模板，然后这边生成一个组件名，然后一点击话，这代码生成出来了。然后你把这个鼠标往这一放，它自动把这代码都拷贝过来，然后您再拷贝到您的代码中去就完了。 我这里面也都是都是 Vue 组件标准内容啊。有兴趣朋友也可以试一下我这个工具包，生成代码非常方便。包括像我这个也是快速生成代码，完全没有问题。OK，哎，我看我这装完了没有？啊、哎，装完了。OK，装完之后是这样啊，我这个工程已经需要的库都装完了。那咱们干什么？咱们运行一下不就完了吗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咱们试一试啊。怎么运行？清屏，npm 空格 run serve，对吧？一回车。 您可以试试，反正我是喜欢这个，我自己这个模板啊，也主要主要也是用熟了，对吧？好，咱们试试啊。呃，本地八零八零，对吧？大家请看，这就是我这个模板的样子，对吧？这也是一个 Home，现在能看到，这是 About，是这个东西，这有一个按钮，这按钮完全是基于这个 Bootstrap，我的这个整个的页面风格就是 Bootstrap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咱们要看这个 About，咱们看一下 About 组件。 boss 页面，对吧？这位置这不就有一个按钮吗？当然，这如果您要加 onclick 什么的，都在这加。然后呢，您这个每个页面的内容就会在我这儿是生成那个组件，可以就会用就完了嘛，对吧？看我这个下面这个组件，所有的这个 Vue 基本的这个一个文件或者一个组件的内容，我这里面都有写啊。你生成完之后，直接拷贝过来就能用啊。OK。 这就是我大概这个框架的使用方法。然后今后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视频啊？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今后我想给您再介绍一些个非常有趣的 Vue 的呃第三方的组件控件，呃，比如说这个让这个页面动态，比如说画图，呃，比如说做一个点儿小的 Vue game，不管是什么控件吧，我都想基于我的这个 B Vue 这个。 模板框架给您演示，这样如果您想看我新的今后新的视频的话，您对这框架如果有所了解的话，您看我新的视频呢，哎，您会更加的好理解，就这个感觉啊。今后我会基于这个框架，比如说咱以后咱这画图，我再再增加一个菜单项，一点击之后就是出来一张图，对吧？等等等等，我都会给您基于这块演示，因为是这样，我也为什么我这么想呢？就是说我想给您介绍一些个第三方好的 V O E。 这个组件，这个有趣的控件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标准的模板的话，没法给您介绍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的这个 B V U E 就做成今后我 V U E 给您介绍呃有趣的组件的基本的模板文件，希望您呢能够了解它。同时呢，有兴趣朋友，您也可以用用我的这个模板，可能对您的工作呢也许会有所帮助，好不好？OK，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。 有兴趣朋友呢，可以记住这个网址，您下载或者说您克隆一下这个库，您去实际跑一跑试一试，看看好用不好用。如果不好用的话，哎、呃，您告诉我哪不好用，我呢会改。也您呢也可以给我推这个请求，我呢可以合并您的代码，这都可以啊，好不好？OK，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，咱们在京东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